隔壁家阿伯去搬出旧楼，可愁坏了儿女。他那脾气是惯在花样雨和楼下黄梅戏，而一屋三居老伴走了后跟他是没关系。他说他老了住惯了这里，新房他大概是等不起。下岗的老王是出租司机，爱看而不识礼，女儿读专科没考上大学，他说随他去。让他困惑的是网络和手机，生意不如过去，愁不过生计，这变化叫他顾不得要上的救济。生活他就这么继续，也许不太尽如人意，也许就这样才显出生趣，不必额外附赠些道理。学问的小董被飘高音乐，他随垮掉而去。麻烦的哲学和肮脏的主义，他抗争抗自己。为自由工作，为创作自闭，积蓄点心意。艺术在嘴里，出路在哪里？有个小城他会不去。就生活在这里，二三厘米书单不稀奇，长大没想过原来回不去，也曾遥望遥望地出去。我大小就生活在这里，二三厘米书单不稀奇，长大没想过总有些事情。